游部落的章鱼杀手，章鱼哥，古布哥，章鱼哥。所以等一下是章鱼哥下去抓嘛，我们在旁边。不，他要带我们下去抓，我要找给你们，你们自己抓。好，他找给我们。那这边章鱼它都是躲在什么地方啊？礁岩石缝或者在平面，它会吐沙子，然后它要觅食。听说这的章鱼都很大只哦，最大抓过是九斤半。九斤半，九斤半呢？你给我们看吗？大了，就大概。但整个，但是它很长。九斤大概差不多就是很长。我还被它粘住呢，我差一点起不来，又不是。天哪，哎，这是有点危险的。很危险呢。对，我听到它在呼喊我。走吧，我们赶快下。虎姑哥，让我们下来。好了，好，古布哥，我们准备好了。这真是玻璃海耶！好，我看看。而且水好温。好了吧？好，阿简在哪里？在前面，看到他了。后面的跟，要跟上吗？跟上哦，我们要去抓章鱼喽。住过的家去吧，家里为什么？你要看那个，填下去直接你看看，有一些石头，这是他所住过的地方。他曾经住过的地方，他会珍惜啊，他要觅食。哦，所以他现在不住这里啊？对，他换来换去换。好，他别的也会跑过来。好好，再去发地。他搬家是吧？是的，好吧。要找他们的朋友去捡好石。到十几米是不是？等下我可能会救，等下跟着我救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没有巴蒂，我不怕，我也不怕 ，OK 的。好，走。Yeah!
章鱼呢，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让它上天堂了。可是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，这人道处理。它还在变色。对对对，它虽然死了，但是它体表的变色细胞还没死。哎呦，像那个蟑螂爬的那个尾巴，壁虎尾巴断掉，你都要讲壁虎对不对？壁虎。但是我们在处理章鱼之前，还是有一到两步的前置作业，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整只章鱼好不好吃。这只章鱼我想用两种方式烹调，一个我们用生鱼片的方式，然后我们做海式的，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做地中海式的章鱼。好，所以我特别商借了这里有煎烧烤，我们就可以看这样的海景。哇塞，然后待。是的，待会呢就边看海景边吃我们的希腊烤章鱼，漂亮。好，来，前置很简单，一开始来握好它，握盐巴，看到什么兔子来捣萝卜的感觉。来，讲对一半，为什么？因为章鱼它其实相当的软啊，坚韧，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算是做生鱼片，我还是怕有的会咬不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呢用大量的盐巴。它会缩起来吗？会稍微，然后把它的黏液整个打掉，也比较不会腥。所以我们一个传统的方式，我们会用白萝卜里面的一个酵素酶，然后加盐去搓打它，让它整个肉质软化。好，我想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小力一点，哥。奇怪哦。慢慢的。用白萝卜真的啦。日本师傅们也都是这样做吗？白萝卜这样子敲哦。对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寿司店，你去吃，有时候吃章鱼寿司，你就奇怪，怎么越高级的店那个章鱼寿司越贵？因为它就是用这样的东西。纯手工啊。对，它慢慢的哦，它那个黏液就会出来。黏液出来有没有？好像有哎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是章鱼的腥味的来源。这章鱼就是要处理这么久，但是绝对值得，这带的是呢。来，我们先品尝这一道韩式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出国，对不对？韩式，对，我们在韩国就是喜欢吃这样生章鱼，然后配个醋酱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要沾一点这个酱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边也还有酱，如果敢吃，要配萝卜丝跟葱丝一起。艾米的碗，我想要配萝卜丝跟葱丝一起。好，我也想一起，没有吃过生的章鱼。萝卜丝、葱丝，其实我们经过这样子锤完之后啊，它单吃原味哦，没有沾到酱的部分，会越咀嚼越甜。因为在日式料理里面，其实章鱼是属于一个清淡极限的美味，因为它越嚼会越香，所以日本人非常爱吃章鱼。全世界大概有60%的章鱼出口，其实都是出口到日本，再来就是意大利跟南法。你不能爱夹。对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讲太久了？先给他吃。很 Q 很嫩吗？对，所以它要慢慢的咬一下，有开始那个甜甜的出来了，很 Q， 然后越来越甜。哦，这个酱就已经非常香了。对，第一口就会觉得有点像五味酱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其实是我们韩国在吃海鲜都会用到的一个韩式醋酱，因为它越吃越香辣。你知道吃这个脚吃到它的吸盘的时候，那个口感是咬下去有点 Q 弹又有点脆。我这样在嚼那个吸盘，真的好脆哦，脆哦，会烤，我想试看看。来，你再试另外一个吃法。好，另外一个吃法呢，就是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生鱼片放上来，然后，对，放上一点萝卜丝、葱丝，然后跟少许的酱料，一点点。两滴，这个就是完全正统韩式的吃法，对吧？也没有，这是我个人独创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说韩式，有时候韩国人会这样吃，还是有点韩式。对，你吃吃看，一口，会多一个韩式海苔海潮的香气。马须手哟，马须手，而且海苔的香又把那个章鱼的味道提出来。加海苔哦。我们这一趟在哪里？蓝屿的海味通通在我嘴里。就这么简单，没什么好讲。你好贪心，你好会哦。可是那个海苔是韩国的，对吗？我把它当成蓝屿的，没关系。我们还有一个
意大利地中海式的吃法。这是我去意式餐厅必点的一个菜，我只要看到油封章鱼沙拉旁边配沙拉，我就一定会点。来，大块的给你，你的。这个咬得惯的。熟了，它煮熟跟不熟，咬得软的，很软哦。好脆！你这样吃那个迷迭香，让我想到今天看到那只羊的吃草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吃迷迭香啊，很香哎！我觉得它很快飞起来。对啊，不是它全部那个关于迷迭香或者橄榄油或者上面的这些香料，完全就是裹敷在章鱼的皮的外面，配在一起就是哦，真的非常好。这道菜没有调味哦，就是章鱼原本的。就我们一开始吃，就这样就原味了，就原味就够鲜了。那我要学艾美那种，就像这种，正常我们都把迷迭香剪一小叶了，它那个是它独特的。来蓝屿就要学成那样，学艾美的吃法是不是？吃草是不是？哦，好香，而且是那种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它香味冲出来的那种味，对，很厉害，香草植物的魔力。嗯，章鱼这个食材。非常的神奇，你看我们生吃有生吃的一个美味，煮熟后，然后它有完全不一样的风味，很少有一种食材是在生食跟熟食展现两种极端的味道，对啊，完全不同口感。嗯，可能是这边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在捕捞，所以它章鱼个头都蛮大只，而且它的鲜度很高，没有腥味，完全要这种海才有办法孕育出这么棒的美食。